明明颜色有七种，红橙黄绿蓝靛紫，为什么台湾只剩下蓝色和绿色？明明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为何斤斤计较于过去，却看不到共同的未来？两岸问题是攸关台湾生死的大事，面对大陆触统压力，我们需要建立共识，在坚持民主体制精神的前提下，以更务实的态度，更宏观的视野来应对未来的挑战。信民两岸协会是由一群关心台湾与两岸未来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民间社团，我们不分蓝绿，不分省级，共同的理念就是相信人民，信仰民主，信赖民意。我们不回避蓝绿，主张要面对蓝绿，才能统整蓝绿，进而超越蓝绿。因为面对问题只是开始，超越问题才是结果，要在奋力磨合的过程中才能显现价值。我们更认为价值是国家性格与人民情操的关键，而所有进步的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与法治，都是在面对问题、克服困难的实践中才能产生。我们将以协会为平台，广邀各方俊彦，制作广播节目、影音视频，透过新媒体技术宣扬民主理念。我们也会定期发表两岸政经趋势研究报告，帮助大众在一片迷雾中看清问题真相，进而凝聚共识。人言是为信，民者大于天，相信人民，信仰民主，信赖民意，请您加入信民协会，共创美好未来。